是这个姑娘。先请各位来参观的我们朋友啊，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格格来相会。好，今天呢我们是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知道呢今天现场有很多的来宾以及贵宾，尤其在这个中国电视公司啊播出高潮迭起的剧情，加上我们这个爱恨情仇，可以说是啊我们台湾大街小巷啊最热爱的一部连续剧，也创造了我们中国电视公司啊更好的一个收视佳绩以及收视记录。那么今天呢最开心的是在我们湖南电视台的台长欧阳长林台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格格呢一行人终于啊能够顺利的游台湾。当然我们中国电视公司呢将会尽地主之谊，好好的给他们叫狗几年，给他们最大的欢迎。刚刚我们已经看到小朋友献花，还有我们舞龙舞狮分别就是要给他们花团锦簇，祥狮献瑞。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我们中国电视公司最亲切的总经理江凤琪先生，为我们致欢迎之，掌声欢迎我们江总经理。湖南电视台欧阳台长、刘台长、平先生、琼瑶女士，还有所有湖南电视台参加演出的所有的演艺同仁，特别我要在今天特别代表中国电公司对这个访问团的到来表达最热烈的欢迎。我想特别感谢平鑫涛先生、琼瑶女士，还有湖南电视台在拍摄这段影集的辛苦跟这个成就，我想特别代表中国电视再一次的谢谢。那也祝福这个参访团能在这台湾期间能够顺利，而且能够获得很好的这个参访的效果。我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江总经理。接下来我们欢迎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啊带领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台湾的湖南电视台的台长欧阳长林，一路跋涉相当的辛苦，我们请他致答词，欢迎。尊敬的江总经理、邝副总经理，尊敬的裘瑶女士、平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这是我们湖南经济电视台宣领这个影视交流访问团，今天终于顺利到达台北。首先我代表湖南经济电视台，代表访问团全体成员，向中视及一人传播公司对我们这一次访问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交流、学习和观光，这个相信在这次通过这次访问，我们能够在综艺节目、戏剧节目和综艺节目方面学习台湾同仁好的经验。最后再次感谢中视，再次感谢江总经理，谢谢大家。谢谢台长。那么待会儿我们在第六摄影棚将会有一个更盛大的记者影迷的联合欢迎会，那么我们也要跟这几位大家非常喜欢的朋友呢好好的聊一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先请贵宾啊在我们的江总带领之下呢一步到我们的董事长室，我们中视董事长郑董事长呢正准备啊要热情的款待欢迎各位。我们再次的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台湾啊，让我们这个欢迎格格游台湾的活动，谢谢谢谢。
一位从洛杉矶回来的超级影迷啊，今天就要回美国了，但是呢他要把他所学的舞蹈啊展现给我们的几位贵宾来欣赏。好，我们先请这个摄影朋友要小心，因为他是带枪的。接下来呢，我们的欢迎会就要开始了。我们要先请我们几位贵宾啊，把这个椅子啊，我们挪到中间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哎，好，我们再次的欢迎我们几位演员朋友。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邀请我们正式这些啊非常辛苦公关的主任啊张主任来为我们大家致欢迎词，在我们今天的记者引友会的开始前，请张主任。各位贵宾。各位小姐，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过去我参加过很多的场合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盛大，可以用空前盛大啊来形容。首先代表中国电视公司对湖南经济电视台的所有的包括剧组表示最高的敬意，同时呢在座有很多新闻界的朋友，中国电视公司啊对你们表示由衷的谢意。今天还有很多的这些各位心中的偶像的影友啊，对你们的热诚，对你们的这种参与啊表示感谢。另外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艺光育幼院的朋友们啊，你们的参与呢我们也表示感谢。左盼右盼，用四个字来形容啊，就是这个应该怎么讲，就是总算盼到了啊，盼到了这个剧组到了台湾。我过去从来很少紧张的，今天也非常紧张了，所以呢在这种场合啊可以说过去所没有看到的，等于说是现在是冬去春来啊，我们这个剧组在小燕子的带领下终于飞到了台湾。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好，谢谢。那么今天刚刚我们主任有提到啊，艺光育幼院的小朋友啊也是你们的戏迷啊，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欢迎他们来，同时我们中视啊致赠一点加菜金，我们就请赵薇小姐好了。好，派个代表啊，来那、这个啊致赠加菜金给我们这些小朋友，我们也请小朋友代表。来来快快，大姐姐，大姐姐，好，来一起吧。来，好，来来来，我们请哥哥的演员们一起来吧。小朋友 ，Hello。旗子一份，递给他。好，我们还有那个锦旗。皇上是皇上代表。义庄之友，我们请皇上代表接受。所以这一趟的旅行呢，不但是充满学术性，也是充满着爱心的一趟博文之旅啊。小朋友看前面啊，小朋友看前面啊。好，谢谢谢谢，好，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姐姐，好，谢谢谢谢谢谢，来，谢谢谢谢，来，谢谢，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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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有一面最大的锦旗，我们也请这个好好我们张主任来代表接受，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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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我想希望他们在，谢谢他们这个所有的你们爱护的朋友在台湾来游台湾这段时间啊，希望各位对他们多多的来照顾他们，欢迎他们，
再度代表中国电视公司向他们表示感谢。我想这几位现在坐在前台这几位啊，在台湾受欢迎的程度啊，他们竞选任何的职务的话，都一定高票当选。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好，谢谢我们主任，谢谢谢谢。接下来当然就是我们影友以及我们记者朋友啊最期待了，我们要请所有的语言啊跟大家一一的打招呼。首先我们欢迎紫薇林心如跟大家问好。大家好，我是林心如。好，心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自己人啦。接下来我们欢迎也是第一次来的非常年轻又可爱冰冰啊，也是金锁跟大家问好。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重感冒，所以嗓子有点问题，你们多多包涵。哎呦，好可怜的感冒了，你看，好可怜，好心疼啊！哎，他感冒，你离他远一点会被传染哈。我知道，我们姐妹情深。姐妹情深，对对对，那两个人在戏中就姐妹情深，所以啊，你一定要被他传染。接下来我们欢迎小燕子赵薇。大家好。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终于能够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到这来跟我见面。谢谢。好，谢谢小燕子。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啊，取名字很重要啊，叫小燕子都很有影响力啊，就小燕子。好，接下来欢迎哦，帅哥，看到本人发现，哇，真的是帅得不得了，周杰。所有的朋友，还有心有千千结，所有的影迷会的朋友，还有在场的所有朋友，久违了，非常想念大家，非常想念。谢谢您，哇，您太客气了，来一个90度的鞠躬啊。好，接下来这位不用多做介绍啦，苏有朋先生。大家好，我们家老朋友了，然后很开心这些我们拍戏的伙伴们终于能够到台湾来，希望他们这两个礼拜的行程大家都可以好好照顾他们。没问题没问题，你也要多付出一点嘛啊，你要去替主持一样，只是说你跟赵薇中间坐着一个人感觉好像被隔开了，我们看得不太爽啊。好，接下来哦，皇上来了，张铁林先生。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这些小朋友们太可爱了，让我想起我的女儿，谢谢。我们这个好爸爸，好爸爸，这个不但是好演员，更是一个好爸爸。好，现在我们就欢迎我们现场的记者朋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我们的影迷朋友要来问我们的演员群的啊，戴眼镜的妹妹。对台湾人的印象如何？好，还没有来之前对台湾朋友的印象如何？应该是很好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拍琼瑶阿姨写的《还珠格格》，才很快被台湾和大陆两个地的人所接受，所以说我很感谢琼瑶阿姨给我这次的机会。我现在是跟台湾的工作人员合作很多，包括我出唱片拍电视，所以他们都对我很好，我也非常感激他们，所以在这里也借此向大家表示感谢，谢谢你这么喜欢我，谢谢。好，但是我们要这个提醒一下赵薇小姐啊，我们叫琼瑶姐都叫姐而已，您叫她阿姨把她年龄给叫老了，看着她心情会不好的啊。平哥哥你好。我们是以哥姐称呼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来，这位妹妹。在拍戏上做过哪些最疯狂的事情？啊，私底下对不对？我们看到剧里面，当然他们都是非常的冰清玉洁、美丽动人。可是私底下是否有做一些不为人知的啊小动作？玩什么游戏？包括我们金锁妹妹在里面有没有？哎，金如先说。我想我们之间做过最疯狂就是去年的圣诞节，我们拍完戏2:30之后又直奔他们的迪厅去玩，然后隔天什么厅？什么厅？他们叫迪厅嘛，就 pub。对呀、啊，迪斯科厅叫迪厅，你要解释一下。我们两段时间还是有一点问题的，你跳舞叫做蹦迪，他们叫跳舞叫做蹦迪，蹦迪，对，迪厅蹦迪，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我们觉得圣诞节嘛，不能这样白白浪费掉，所以我们拍完戏之后，马上就回去卸卸妆，马上就直奔他们的迪厅去玩。然后第二天早晨就起不来了。没有没有没有，我都很准时的去化妆间化妆。每天差不多都要工作到2-3点钟，所以我们一收工就赶快真的去睡觉，因为第二天又很早开工。如果你晚上把你休息时间去玩的话，第二天可能就很辛苦。所以我们一般一收工就追着回去，赶快直接卸妆，直接睡觉。那天晚上大家觉得不能太委屈自己了，然后明天醒过来也要去跳一跳舞，因为太辛苦了。
我记得我们是五点化妆，我们4:50回到饭店，就在化妆间前面化妆了。哎呦，这个玩到几乎没有睡觉嘛。对啊，一次到了，包人骂我们。而且当时在 DT 里面，大家都玩得很疯狂，是是，完全发泄出来那种开心那种心情啊，对对对不对？对啊，其实有时候压力太大，不过啊，这个不要怕，阿姨知道啊，下次要带琼瑶阿姨一起去。好啊，马姨当年也是武林高手。哎，不对不对啊，不是，有什么问题？你怎么叫阿姨呢？对对对，我怎么叫她阿姨呢？哎，瑶瑶姐。哎呀，您是周杰，你看能纠正我，你看，那这女生有这样子疯狂，我们男演员们有没有这样子玩到三更半夜？周杰，啊，我们啊，嗯，我，他没跟，他是独行侠，对对对，哦，行踪很神秘哦，一个人这样自己到处跑。我经常晚上疯狂的事情就是晚上收工以后3-4，我回到饭店，然后开车回到饭店，我突然一想，哎呀，还有一个小时要睡觉，干脆不睡了，我回家拿东西吧。我就开着车以后，竟然跑回家去了，然后搬一大堆东西，好看回来以后，哎，刚好赶上。化妆了也是不睡觉，对，老做一些无聊的事，老做一些无聊的事。赵薇说的，那您回家都搬些什么东西呢？搬一些，比如说我好久没有吃的了，哦，没有时间去买了，我就去把，哦，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什么进点货这样。所以啊，他在这组里面呢，啊，算是这个福利社的社长啊，提供一些零食啊给大家吃了。那这苏有朋啊，我是去过他的房间呢，啊，是乱的，但是啊，这也代表他真的拍得很辛苦，没有时间啊多做整理。那么好像苏有朋就带很多CD 到大陆去听嘛。对啊，因为怎么讲呢，我们毕竟是台湾人台北人嘛，那去那边长期拍戏，拍五个月回不了家，所以等于是几乎把一个家都搬到那边去，一个家都搬过去，耽误很多。哦，那我们这个皇上就是每天都在想女儿了。皇上没有什么特别写书法特别疯狂的事儿，皇上最疯狂的时候就是演戏，演完戏就哎，这位美女，宣传2周，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好，有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啊？想要吃的啊？想要看的？其实这次活动非常安排的非常好，整个台湾差不多都走遍了。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和多一点的朋友见面，因为我一年当中可能只有一次机会来台湾，我也知道很多人喜欢我，所以我觉得我此行最大的目的希望我多见到一点人，跟大家多一点时间在一起。谢谢。好，和多见到一点人啊，想见到什么？有没有什么偶像或者是特别想见的人？我想他们都会有安排吧，都会有安排。好，我们大家注意了，他会去见林旺先生啊。好，这个是一只大象哈，很红的，他在德高望重啊，对呀，地位崇高，你不知道，而且他很重啊，重量级的人物。好了，那么就像是啊，我们知道这几位演员其实真的是啊，这个非常的优秀，但是呢，因为拍戏在一起啊，感情会变得很浓厚。那么根据小道消息指出，我们在杀青的时候呢，我们的冰冰啊，可能因为年纪也比较小，感情特别丰富，跑到厕所去抱头痛哭啊，是不是真有其事？不光是我一个人啊，两个姐姐也是。两个姐姐也抱，你到现在都好像有点要哭的样子。对啊，因为我看到我们的服装师在现场，因为我跟他拍戏的时候非常非常好，感情好像久没见。王姐，在哪里？辛苦了。我们这个服装师啊，回台湾之后就没有再见面了。对啊，太一样了，他对我们很好啊，照顾他们像奶奶一样。我们的生活就叫奶奶。真的，哎呦，那眼泪都掉下来了，好恐怖啊！哦，这个我们这个冰冰啊，真的感情特别丰富啊。这个别再哭了啊，算了，要哭就大声哭吧啊。哎，干嘛叫他不哭呢？奇怪，因为这是蛮开心的一刻嘛。待会再好好聊聊，好不好？好，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哎，这位小弟弟，你有问题还是挥手？还没有要再见哦。好，这边有一位小姐。我想问一下，那听说你要推出写真，那有没有可能跟唱片一起推出？我们这个林心如要出写真集哦，你们支持的话，我就出唱片了。啊，还有机会就再出唱片啦。谢谢。出写真的时候要寄几本给我们这皇上啊，周杰心啊。这个事皇上不知道啊。啊，皇上。这个事皇上不知道啊。皇上送一本给你。哎，你这个做之前应该跟皇上沟通一下嘛。对呀，皇上没同意，皇上帮你拍，好吧？皇上也有修一点摄影，可以帮我写序。对对对，我可以做一点事情，我做他写真集的背景好了。背景啊，背景远景一个人站着。我看你是想搂着他吧？
太一样，我就觉得今天位置安排怪怪的，就是啊，老觉得不对劲儿。好了，我们知道在这拍戏过程当中啊，传出很多的八卦，比如说啊，可能有因为拍戏的关系日久生情啊，发生了真感情。我们把目光集中到那两位身上，拍戏就拍戏，瞎搞什么？请问苏有朋先生，你是不是，我们也就明着来好了，因为今天大家都到了嘛，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小燕子赵薇小姐？我现在怎么讲呢？哎呀，我觉得刚刚从下飞机到现在一直没有跟他多接触，刚应该拍点马屁，他可能说好一点。好，那我们看看苏有朋怎么说。但其实大家都很喜欢赵薇啦，因为她的其实个性很直爽，然后又很聪明。那我跟她合拍了有一年多的戏了吧，三部吧，已经有三部戏，其实很有默契这样。你答非所问，我听不懂。我说大家都很喜欢赵薇啊，对不对？啊，是是是。那另外一对呢，我们知道这个啊，心如啊跟周杰也是郎才女貌，哎，不知道周杰对我们心如妹妹感觉如何啊？你干嘛又瞄的？都是周先生。我们有很多内幕哦。对呀，我们戏外戏比戏内戏精彩、哦啊、有戏外比戏内精彩啊，另外一对也很精彩啊。对呀、啊、一定要我说你吗？哎，你们到底让不让周杰讲话？他已经啊了很久了，觉得如何我们心如妹妹、啊、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但是哎呦，还有拍写真集的时候为什么不叫我一起去？还在想，当然送你一本了。对对对 对。不过呢，这样子好了，既然啊他们合作这么久，默契一定不错，又有八卦小道消息传出来。今天在椅子下面，我们准备了一些白板，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我们台湾啊综艺节目最喜欢玩默契测验了。我们先请苏有朋跟赵薇各拿一个白板。哎，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一段呢、啊？开玩笑，我们欢迎不是只有欢迎而已啊！谁跟你自己人？我又没有加入小虎队。赵薇，请问啊，先不要给对方看，周杰你帮我们先挡着点啊，好人不能打 pass 的。嗯，请问赵薇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颜色？请写上去，这个是要考苏有朋的。我怎么知道？啊，不要装不知道啊！来，先别给他看，先别给他。好，我们数一二三就亮牌了，不能考虑了。一二三，哎呦！我真的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哎，再多的掩饰也没有用啊，事实胜于雄辩。第二题，啊、没有擦子，什么擦？啊，有没有？有没有？来，借你借你。哎呦，橡皮擦还够用啊！完了，怎么这么保守？请问赵薇平常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是水呢，还是汽水呢，还是可乐呢，还是茶呢？好像下面的人都能帮我回答，哎，对不对？这有默契，对不对？应该的哈。一定要再狡辩了啊！一二三，亮牌，开始，茶。哎呦，一个写乌龙，一个写茶，多么细巧，厉害啊！了解的力多深刻。下一题。嗯，好，下一题是要考赵薇的，是关于苏有朋的。这题啊，如果再答对，就表示他们是天作之合。不过真的，如果让我跟心如做这种默契测验，我相信我们的谁要管你跟心如啊？哎，你真是奇怪。好，准备了啊、哦！这题要是再答对，我们就真的要热烈掌声了。对哦，我们要出一题难一点，好吧？请问苏有朋他爸爸姓什么？这题如果再答对，你们就要结婚了。结婚。苏有朋的爸爸不姓苏吗？姓宋啊。这个有这一题啊，你别闹了。这个太默契了。啊，对不起，这是开玩笑。我们现在换周杰、林心如就位，好，周杰，拿起你的白板来。啊，都有。好，我们俩那么远，真是不方便。哎，苏有朋，帮我出个题目吧。他们两个彼此了解的程度。不要那个。他的哪一个？讲话要清楚一点，人家他的那个了。好了，没有。好，我先出一题啊，这俩是考我们这个心如的。请问周杰开的车子啊是什么颜色的？这个很简单了，一二三，亮牌，白色。好，这个是很简单的，这是这初步题。第二个，请问我们林心如每天要上几次厕所？这题
哎，对，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答得出来。就是啊，请问我们心如跟哪一位演员合作交情是最好的情同姐妹？我们要考周姐。情同姐妹，情同姐妹啊、哦！不要给我写服装师啊！好，我们心如已经有答案了。好，我们看一下。好，完全正确啦！好，所以、啊、他们的默契真的不错了。我们也别再为难你们了。你能问的问题呢？你哪个？大家都知道啊。知道是真的吗？嗯。你要考一些不知道的是吧？没有没有。请问周杰本身穿什么内裤？今天？你这样是故意找麻烦。我给你一些简单的过关，你还要？好好，我们看还有什么问题。好了，来，我们把空间开放给妹妹。妹。哥哥，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台湾。然后，我想请问一下，说，拍《还珠格格》啊，除了说给你们带来很大的那种，名利啊、知名度之外，有没有什么最大的收获？然后，等一下，然后再请问，从第二个问题，再请问从大陆来的这几个演员啊，就是你们在台湾这一次哦，除了说到各地去玩一玩之外，还有没有想去什么地方？比如说是什么 KTV 啊，还是说电影院有没有？就是比较对比较娱乐性的，前面可能比较认真一点、比较严肃的问题，那这个后面是娱乐性。说对台湾这一次有没有想说去哪里玩？好，第一个问题，这个对于这个拍完戏之后，你们个人觉得最大的收获分别是什么？来，心如先说。我觉得第一个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最大的收获啊，我觉得演张阿姨的戏让我了解到，就是真正开始开窍吧，我开始懂得怎么去演戏，然后很多内心戏的发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拍戏最大的收获。好，来冰冰，谢谢。我跟心如一样啊，拍戏其实我拍《陈阿姨》这部戏是我拍的第二部戏，所以我觉得跟我拍之前的第一部有很明显的变化，有很突飞猛进。那还有认识了这么多好朋友，像柳鹏啊、心如啊、赵薇啊，算是这一生中应该是永远，永远会在一起的朋友。一生的回忆啊！对，哎，赵薇。我觉得自己一直是学表演的，所以就是很希望自己演出来的戏真的会有人从心底里去喜欢你的表演，这就是长老他这种专业上的肯定吧。我之前也有拍过不少戏，但是通过这部戏，我觉得观众给我支持是我建立了对表演的信心吧。我想我对我以后选择的戏我会更加有信心的去演好，这对于我工作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我自己表演上有信心了吧。哦，对对，这个我们知道赵薇其实啊，在这个台湾哇，这引起的格格旋风啊，相信对她的未来的人生以及工作啊，这增加了很多很多历练以及自我的这个自信啊。来，周杰。啊，我想我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拥有了千万双热情的双手。真是我真是非常感谢这些影迷朋友，非常谢谢，最感谢，这是最大的收获，谢谢，最大的收获。啊，苏有朋先生，最大收获啊，我想也是在就是演技上的吧。我想，其实《陈阿姨》东西我一直觉得是最高难度，包括他的台词，他的很多比较深的内心的感情的部分。我想经过《还珠格格》以后，没有什么戏可以难得到我了。对，而且苏红还有额外的收获，对表演建立了更大的信心。跟你一样嘛，啊、哦，对表演建立了信心，讲得好像你很了解他啊。啊，没有。还可以帮他回答的啊，那待会儿什么问题都问你就好了。我马上就帮心如回答问题。是的，真伤脑筋。好，我们请皇上，您觉得呢？这部戏给您最大的收获？哎呀，最大的收获非常多。我想呢，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呢，能够在琼瑶姐的这部《还珠格格》，应该说呢，是她的作品在风格转折的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的作品中间，参与和大家一起参与第二次创作，是非常荣幸的。谢谢。是什么？您太客气了啊！这个能够啊跟到我们张大哥合作啊，那也是我们其他演员的荣幸啊，对不对？好，那么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啊，台湾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刚刚你们说你们喜欢去迪厅啊，那么有没有想要去台湾的 KTV 啊，或者是迪厅啊？有啊，拍戏的时候，心如每天都会一有空说啊，我好想回台湾，我好想唱钱柜啊。我说冰冰，你去，我一定带你到钱柜去唱歌。KTV 去唱歌。对，比较热情的。哦，您本身喜欢谁的歌呢？
比较喜欢王菲的歌。王菲的歌，小虎队的都不听的。小虎队，你给点面子呗。对啊，对啊，因为小虎队是我很小的时候，差不多。哎，这琼瑶阿姨就算了，连她也这么老啊！您这是没有啊？我不到十八了，十八岁呀。我十岁的时候，差不多上三四年级的时候，最喜欢听他们的歌，他们每一首歌词我都可以背得很熟。真的？对，那现在我拍戏的时候，偶尔会听到有朋哥哥的几句歌喉，我觉得进步也很大。对，他其实是很会唱歌的，那后来因为卖不好，只好去。市场是很难说的了。那这个小燕儿呢，有没有想要去哪儿玩啊 ？KTV。其实蛮想去 KTV 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喜欢唱歌。对呀、啊，好玩啊。哦，我接触很多台湾人，他们歌都唱得很好，无论是什么摄影师啊，还有工作人员、导演，他们都很会唱歌。练习的机会多。对，到处都是卡拉 OK。以前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地就是有时候会唱唱歌，有时候我们几个女孩子到 KTV 里面唱歌。对。然后就很奇怪，就三个女孩子来唱歌嘛，对，就是单纯的唱歌。花很贵，有小姐陪的。哦、那我们三个去。不用来小姐，我们三个已经是小姐了，我们可以自己点歌。对、哦、对，会有一个服务小姐，她一直要进来，然后我们就是在那里去，好不好？我们就要唱歌就好。对对，她一定要进来，然后吧，她还找我们要很多小费。对、啊、是进来讨小费的。不过你们就是只是想去唱唱而已、嗯。那您都唱什么歌来着？所有会唱的都唱。真的，最喜欢的有没有？最喜欢的唱自个的歌了，必点的歌，一定要点来唱。现在自己的歌都上市了。对呀、啊、呀，自己的歌都上市了，哎、好臭屁。我以后的卡拉 OK 我肯定多唱自己的歌。他刚刚问我说：“哎、嗯，你想现在怎么我的歌啊？”我说：“还没那么快了。”现在有没有？好像还没有，对不对？我想还是先点小虎队的好了，好吧，帮个忙嘛。好，很久没人点了，你帮个忙嘛。周姐有没有想去哪儿玩呢、啊？我其实我特别想，因为我带了这个小摄像机来，我特别想把台湾的这些大街小巷去走一个遍。我特别想去拍一拍，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老百姓的生活啊，就是我们大家的这种非常非常热情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特别喜欢。我特别想悄悄地到小巷子里去看一看大家在怎么生活，特别开心。大街小巷去看一看，哎，我特别想。然后拍下来，对，做个回忆这样。回忆，对。哦，所以最近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很呆滞的那个人，八九成就是他了啊！我们一直在注意我们的街景啊，等等。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哎，这位小姐。大家好，我是文化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我想请问一下赵薇小姐，就是说，现在您在台湾最近的发展就是出书啊、出唱片、拍戏，那一般台湾观众对您的印象都是来自于《还珠格格》的小燕子，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在您想要呈现在台湾观众的面前，其实就是像现在媒体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形象，还是说您自己有一番您自己想要呈现出来的样子？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思考过，因为在没来台湾之前，我就知道会有很多人期待我去来，所以我也在想我该以什么样的形象去出现呢？因为我自己可能本身是一个演员吧，所以我会觉得我那么可爱一点呢，还有那么古怪一点呢，一想半天，我一定反正就有点想，总要大家不讨厌我，最喜欢我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觉得这是我最基本的心理。我也问过很多跟我合作过的朋友，包括我拍 MTV 的工作人员，还有帮我拍唱片封面的，我就问他们，包括陈文斌，我都问他，我说我去台湾应该怎么面对大家？我说就很想你。哦、讲着讲着又泪眼婆娑了，不想讲了。别紧张、反正对这压力很大啊。不是、啊、很紧张吧，因为我很希望大家都喜欢我。对，您放心，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你用什么面貌出现啊，我们都很喜欢啊。喜欢一个人是没有什么原因的，爱就是爱。好，晚上到我家聊聊啊。没有了，没有没有。其实啊，那个来台湾啊，我相信我们这些朋友压力都有一点了、啊，因为第一次来，然后一来啊，就是这么大的阵仗，舞龙舞狮啊，锣鼓喧天，然后还有我们现场那么多影迷啊。但是我想，我们的热情一定让他们啊宾至如归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我们这几位来自大陆的朋友啊，虽然是很优秀的演员，可是不知道他们在语言上面是不是有天分。听说我们周杰啊，精通各地方言。你听懂哪些方言呢？
啊，曾经想要用各种方言跟我们讲笑话，他讲的笑话非常非常好笑。对，挑一个最好笑的跟大家听的啊，非常多剧家，非常多表情，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对，真的，真的太好笑。我演的一点都不圆呐，但是在讲女人的故事，他就是个女人；在讲男人故事，对，他就是一个什么？说到哪演到哪。对对，演八婆呢，一人分饰多角。人家说演戏的是疯子啊。哎，你记不记那个什么那个哪一个？他们好像有很多的秘密。哎，你一定要讲一个，不然我们大家都被你勾起好奇心了。对呀、啊。OK。好吧，好吧，我用你话筒行吗？好，可以，可以，用我的话筒啊。喂。好，那个我这样吧，我既然说到语言呢，我就学一个人，学一个人，我想。我学别人，可能大家不知道，有一个人，可能台湾的观众也会知道他是谁。我想不知道他学的像不像，是一部电视剧的主角啊。好像哦。哦，这个这个啊，我说圆圆，我看看你就和你的妈妈啊，就什么也不要去了。就在家里待着吧，啊，爷爷，我也老了，啊，我看今天就这个样子吧，啊，好。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我爱我家》，我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可能没看过，有看过，我们一家都是，家都是人那种形式的，对一个老爷爷。我们有看过，我们第这个有看，经过卫星有接触到这些，哦，好像大家好多没有。对，这个老爷爷就是用这种说话的方式，征服了大陆的很多观众，很特别，因为很少有人讲话会这样的，一直磕磕巴巴，大家还有耐心听他讲完，所以在大陆大家都知道。演完这个戏红了以后，就讲话都这样。对他后来就从此以后讲话就是这样的。后来呢，因为我跟他蛮熟的，我就老模仿他。后来呢，他就经常就有一天我在那个房间里，他在隔壁，我在学他，然后呢。他听到以后就跑过来了，跑过来就说：“哎，怎么回事？你们谁放我的录音了？啊？”我们都没吭气儿，然后他们就全笑了，然后他就说：“你一看我就是，肯定是你模仿我，不要再模仿我了。”我连他自己都听不出来是你在模仿他，哇，那这就厉害了，哦，连他自己都以为是人家在放他的袋子这样子，哦，那这个模仿的天分很厉害。希望你这次来台湾两个礼拜啊。多观察一下我们台湾的这个政治的啊，或者是演艺的名人，发挥你的语言天分。对呀，你可以模仿啊。那些皇上的声音也很像。学我们张大哥的声音啊。台皇上的台词好像啊。来一段，这，哎呀，早来这个就好了嘛，早那么一大串。这个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才学得像，因为这个搭起来才好玩。这皇上张铁林这个都挺难学的，他特点很优秀的，真的真的难度太高了。来，你先学。啊，我们是女孩子，学那声音不行的。学不像怎么办？完了，哎呀！快点啊！我一定要学吗？好吧。哼，哼，哎，嗯，这就摘了脑袋，哎呀，摘了他的脑袋。哦，有没有像？有没有像？怎么样？很像啊！啊、哦，您要发表一下讲评啊！我觉得他还要再做点功课，所以我非要。这个观众还没看到，所以还不知道，学了还学。怎么把第二部很像出来？大家没看到的第二部才有。这是很经典的。对，很经典的，大家没有看到第二部呢。哦。第二部在现场都会互相模仿，互相模仿，互相取笑对方的角色。对了，我要说，有一个人学这个学林心如学的很像，就是苏有朋。他在现场经常表演林心如表演，真的，大家欢迎他学一下。这就学的太像了，真的。苏有朋学林心如，对，学的蛮像的，太像了，真的是。他说他最喜欢学的就是林心如，真的、啊，学的好像林心如气质。哎，不要再学了，不要再讲，稍微脸色怪怪的。那就算了，还是不要学了。大家要不要改？要听要改？对，鼓掌过来。随便表情，表情就可以了。你那种，因为他大眼睛瞪起来一个样子，大眼睛瞪起来那样。那个，那康，
行，你不要那么迷人好不好？我没有看过长胡渣的林心如，一方帮忙。我说张大哥，您跟这些小伙儿的在一起拍戏应该很快乐吧？很辛苦啊，很辛苦啊，很辛苦，很好玩啊，我觉得大家都很愉快啊，没有不能休息，是吧？一直吵一直吵的，对，哎，没关系，我来整整他们。好，我们知道林心如最喜欢自己的地方，听说是斗宅，啊。那请注意咯，斗宅这两个字我们先不要解释给他们听。冰冰、赵薇姐姐还有我们的张大哥哥，斗宅是什么东西？还有周杰，请你们猜猜看斗宅在哪里啊？哇，这个玩了整大，哎，好玩了，好玩了！赵薇，请拿一张啊，周杰什么东西？拿着你们的笔，然后猜猜看，这个福建话是斗宅，你把它点出来，它的这个斗宅的器官是什么？斗宅，它是一个器官吗？哎，是一个位置，不能说是器官，是一个蛮敏感的位置，哎，蛮敏感，而且是蛮深的一个位置。斗宅呀！哎，张大哥，你不要乱画。张大哥，你这一段我不能打开了。斗宅，你们是来文化交流的耶。好，我们先让其他三位先画。心如，不要提示啊，我们考考他们。其实啊，在一起拍戏应该多少会有点语言的交流啊，所以他们应该多少懂一点台语，懂一点福建话。对吗？可是斗宅到底是什么呢？你们自己猜猜看。我不是没错。我觉得张大哥是第一个率先。林心如没有这个啊，这个林心如，他有题目是说心如，所以我们的张大哥啊完全没有题目，他喜欢你。他说林心如觉得身上最性感的地方是他的斗宅，林心如哪里？所以一定这东西是林心如有的，他画了一个心如没有的东西了。对对对，您现在改还来得及，反正我们还没有，不能差的。没有，你把它撕成一个短裤样子。都画好了吗？哦，你们都画好了吧？我们现在在上面。配着心如的裤子。张大哥，你来不及了。好好，大家揣测一下。刚刚本来是没有这件三角裤的啊，大家想想看是什么了？那张大哥，您刚刚画的那东西。林心如没有吗？我主要没有提出这问题，是提给林心如的。我以为是当地的一个方言。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可能考你那种东西的。当然是一个正常的东西嘛。啊，您这算答错了。周杰画好没？周杰也改了。周杰也改了。周杰也。斗宅到底是什么？周杰，我们看看您的答案。您觉得是什么？不要不好意思，来。来，别客气。林心如最骄傲的地方是斗宅，而且每个人还有两个斗宅。哎，大哥，我刚忘了提醒你了，周先生，斗宅只有一个，您这有两个。那你让他选左边还是右边呢？哎呦，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演员平常都在做些什么。赵薇小姐，您待会儿，这什么东西啊？因为我想可能是身材吧，所以我就画了他的四肢。您这好像在画血管跟穴道啊。你不想针灸呀？冰冰，我想您这跟林心如在一起最久了，您在戏里面都情同姐妹，您应该知道是什么了。来，我们看看金锁的答案。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心如的腰很纤细很美。您这画的是环状疱疹对吧？你也帮帮忙啊。所以啊，他们平常拍戏还真的都没有语言上的交流。哎，来，我们请这个林心如展示一下您的斗宅，告诉他们。斗宅呢？斗宅就是肚脐眼。肚脐眼。我不是想给你说我肚脐眼漂亮吗？肚脐眼，张大哥您最离谱了啊！您是这里位置差不多吧？位置差不多，差远了。冰冰的位置比较差的。好，冰冰的位置比较接近。嗯、我就想到那个台了。哎，嘘，安静安静，周杰在打大哥大。没有啊，你在干嘛？在把他关掉。哦，关机啊？电话响、啊，有人找你啊？啊，女朋友？爱人？好好，我们这个不要八卦了，这个四位啊，通通答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啊！好。好，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哎，请这位大哥，哎，老哥，你有什么问题？我是湖南人啊，是湖南人。中华科目恐怕你们听不懂，
因为这个这次他们等大了来很辛苦，戏啊现在演得很好，我今天中午饭都还没有吃，早晨的来点，早晨哎，饭都没吃，哎，饭都没有吃，等他们来，等他们来看看我外甥，每次看戏啊，看得水灵灵，希望他们那个戏啊，极少演呐、啊，多演一点，给我们看一看，啊、哎，多演一点，哎，多演，极少演，演得很好，一起演，一起演，哎，我现在这个。我到台湾来了差不多快到50年了，我每年回去探亲了。是每年都回去探亲。年年了、啊、还没有回去过、啊、还没有回去过、啊、没有回去啊，明年才要回去、回去探亲、不不不，待会跟他们回去就行了，两个礼拜后一起走好，没吃饭就来看你们了。我现在还买了那个坐在那个卡片街那个小英子啊，那是啥，您的喜帖啊，那不知道，那红色炸弹的看起来，那是不是的，那是那个邮票给小的，请我们欢迎这个北北啊，来送的是小礼物是吧，小燕你喜欢集邮吗，很美丽的邮票啊，我还没有集过邮，没集过邮啊，对，谢谢，给您看看，哎，这个不好集，有些像是吗，啊，谢谢，夏妹妹，谢谢伯伯，谢谢伯伯，好，谢谢您，谢谢您，握个手，握个手，哎，这皇上，皇上，对对，恭喜，书有乖，哎，冰冰，你那个是看的晚，看的晚也是，没听完呢，先明晚就能看了，哎。哦，那个西亚姐姐那个老太太要看那个母仪啊，在里面开口给啊，应该这样子的，我仔细的不好啊，北北这样好像在上课啊，他们会怕会来台湾上课啊，谢谢北北啊，谢谢北北你还有什么话说，您不妨写个信，待会我们帮你转个手信啊，文中啊，你说那个对，北北很可爱，所以你看这个戏啊，在台湾真的是从小到大的影迷都有，我们现场有小朋友对不对，最小的是几岁来着，有没有3岁，你看哇塞，5岁的北北，您贵庚啊，民国17年，21、50啊，民国17年，对，等于是73岁，没有，民国17年，七十一岁，七十一岁的影迷，对吗？71岁吗？39年那个吧，70岁，你看你有没有71岁的影迷啊？你看哦，很厉害。好，接下来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来，这位小姐。好，我是文化大学新闻系的学生。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大陆演员来台湾的发展，他们的生涯大部分都是昙花一现的。那么说，我们在台上几位大陆演员，他们对于说他们自己在台湾的演艺生涯有什么样子的规划，那才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好，来，奇淼，我们请这个经验最老道的，我来大哥先说。我不知道这几位所谓从大陆来的演员有在。这几位啊？那您从哪来？美国来的？有没有在台湾发展的计划呀？你们啊？我不知道。好，那我们赵薇应该是比较有，目前来讲啊，您先说好吧。其实我觉得这点可能在以前会比较明显一点，因为现在两地交流的很多，像我们大陆拍电视剧，很多都是请台湾演员来演，请香港演员来演，所以。在报纸上可能经常看到台湾演员常年在大陆拍戏，所以呢，我来演台湾的连续剧呢，这个事情也有很多台湾剧组会现在喜欢找大陆演员来演戏。我现在这样交流很多，不像以前交流很少，所以呢，合作机会很多，包括我现在还有出唱片，所以我没有太多感觉来这里发展或者是在这里出东西会很难，因为在我感觉中联系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我有什么信息啊，很快台湾就会看到，或者我出的唱片。而且台湾有什么消息的话，我们大陆这边也很快就知道，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以前是一个问题，在现在渐渐不成为一个问题了吧。好，我们也当然希望有多一些机会来台湾啊，其实这个门槛啊能够多跨过几次啊，我想这个交流的机会就会很频繁了，有些事情实在也不是我们能够计划的。前面有一位朋友还拿着赵薇的海报啊，哎呦，你哪弄来的，我很感谢他一直拿着，对呀，一直拿着，你看拿高一点，拿高一点，哎呀好可爱啊。好，还有没有问题啊？哎，这边那位戴眼镜的小姐，就是你了。我特别喜欢周姐啊，因为赵薇她有出书嘛，那你什么
什么时候也要出书呢？写真集啊？有没有机会出书？哦哦哦哦，出书啊，出书好像有打算吧？有打算啊？有打算，我也带了一些这个资料，不是要，因为阿姨跟我讲过，让我带一些这个，比如说各个时期的照片呐、啊。那个，所以呢，我也尽量的找了一些小的时候的照片带来。好，那么可能会也会很快吧。你也可以出写真集啊。对呀，现在男生也是出写真集的嘛，对不对？好，谢谢。你什么东西要给他？好，音友会的会刊来，快步跑上台。谢谢。哇，这个是很恐怖啊！周杰的音友会组织看起来相当庞大。我们派代表，好。好，还有赵薇的。啊，是给赵薇的，我这是给赵薇的，我以为你要给我的呢。太不好意思了，周杰，对不起，我回去帮你做一本啊。周杰也有的，周杰也有。刚好我有拿到，对啊。谢谢。我以为他问我问题，就给我。好，谢谢。他这人真奇怪，问他问题，然后给他东西的，喜欢帅哥。好，周杰也有啊。周杰也有，在那。好，周杰是在那边嘛，音友会在那边。好，还有没有问题？好，我们记者朋友有没有问题也可以一起来这个参与啊？啊，请说。我问过问题吗？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周杰。我们这边是周杰音友会的代表，然后想问周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还珠格格二》拍摄期间呢、啊，我对你们演员的感情都很好，所以我们也都很感动。那想请问周杰说，你在拍《还珠二》期间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人或事是什么？这样，那在这边我们也想跟周杰讲，周杰，我们的会刊即将再送给你，嘿，不用再，你也会有。好，来回答我们这位音友会的问题啊。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我记得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拍戏，我们有几个人呢，我们两队还有这个冰冰呢，我们合作得非常好，而且第二部比第一部还要熟悉，更加默契。那么我们大家也吃了很多苦，大家也知道，所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拍一个牢房的戏，那么牢房里面呢放了很多烟，就要放烟，因为要拍夜景要放烟，放烟的那个牢房是没有窗户，跑不出去烟的，可是呢他们三个女孩子在里面拍了一整整一天还是两天啊，两天呢，嗓子全部都哑了，说不出话来了，然后脸眼睛熏得全是眼泪，睁不开眼睛，可是还要坚持工作，而且在待十几个小时在里面。那么我而且接着第他们拍完以后，就我该我进去了，我又进去拍了两天还是三天，那这样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我特别能体会到，就是说我们经受了这些考验，所以我们做出的成绩也让大家看到了，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所以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我们坚持住了，我们因为考虑到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坚持了团结，然后呢坚持了合作默契，拿出最好的作品给大家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里的想法，也是我们心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友谊啊，非常的辛苦啊。那么这个戏啊为什么能够受欢迎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真的大家台前幕后辛苦的耕耘。哎，后面那位。最后写的那个刚好没听到。有跟他写信怎么样？有歌迷写信给他，然后他还会偷偷跟他们联络。哦，这个听说您这个有曾经访问过的时候说过呢，要跟一些有写信给您的歌迷偷偷联络，您是否做好这样的准备了？对，因为我是有的，因为我有把他们的电话号码记下来。真的？所以因为我自己休息的时间也不是很多，我想回到饭店的时候我会打一些电话。哎呦，给他们一点惊喜这样子。啊，需不需要我家电话给你掏给你？好啊。哎呀，不要这样说，我现在单身了啊。好，来帮个忙嘛，干什么？好，不用你们讲了，苏有朋早帮我讲过了啊。好，后面那位戴眼镜的妹妹，啊，你有东西。
好，这样好了，我们好像有朋友要献花的，要送礼物的，我们都一字排开来好了，好不好？来来来，我们就从中间，嗯，大家别急，别急，别急，好，好，不好意思，我们大哥，我们让个道，让个道，好，慢慢来啊，一个一个来，一个来，别急，别急，好好好，我们台湾的移民非常的热情啊。好了，我们就还是回到原位啊，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进行啊，啊，好好，谢谢谢谢。你好小姨，好，你好你好你好，好，谢谢各位，哦，我们还在录啊，还在录啊，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就像我那样，我让他们拿包我来的，就云秋雨那本书，对不对？好，谢谢谢谢，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行程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再做更多近距离的接触了啊，谢谢谢谢。哎，这个一个一个要送我，送完了你明白吗？现在我们要抽出的就是来自我们北中南各地啊所有的影迷，一起跟我们格格有可听的得奖的朋友。那么待会儿呢，我们现场的是这个票箱里面，那么两天一夜的行程，当然如果你没有空的话，我们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啊。所以呢，请拿你的票根出来，我们请每一位演员呢帮我们从北中南各区呢各抽一位，所以总共有18位。我们请皇上先来了。对，哦哦，好，第一位00034874啊，恭喜，这是第一位。接下来我们看中部的，中部的，我们再请皇上抽中部的。好，请中部的中奖的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换南区，南区请。还是我吗？哎，还是你，另一个人抽三个。好，这个是恭喜您中奖了，南区，谢谢皇上。好，接下来我们请苏有朋也为我们各抽一位，谢谢皇上。好，苏有朋。好，我们先从这个北区的开始。好，四五六幸运数，哎，好，数字啊，四五毫数，如果是车牌的话，再抽个6677吧。哦，你说什么就来什么。17652，好，17652。还有，还有一个南区的，可以跟我们的哥哥一起住在夏都沙滩酒店。好，我们抽出这个南区的，谢谢苏有朋。周杰先生，麻烦您幸运之手来为我们抽出几位。现场有人有参加这个抽奖的吗？有啊，那你知道自己的号码吗？不知道，哎。可以开始了吗？行了，这样子我们中式也省一点了。好，北区的号码第一位啊出来了，接下来我们看中部的几秒。好，完蛋。嗯，给611。好，恭喜，接下来是南区的朋友。1619，谢谢南区，谢谢周杰，谢谢。好，小燕子，小燕子，小燕子，看过了。37396。好，南区，好，谢谢赵薇，我帮我们抽出了三位。好，金锁冰冰，好，
来为我们抽这个单位。我们金锁今天打扮得非常的漂亮啊，金锁衣服没时间烫，新款的流行啊。皇上您别土了，这时髦啊，您老帽。对呀，您还穿内衣来的呢，我是。啊，对，皇上饶命饶命饶命，饶命好时髦，还啊不，皇上还戴墨镜啊。好，第二位。好，中部。好，好，大家已经看到中区的，接下来看南区的。恭喜。好，谢谢，我们这个冰冰也抽出了三位了，金如。99号，啊，表示我们的格格啊大卖99，好，刚好今年也是99年。今天这个迁徙跟99有关系吧？对，迁徙虫就是在2000年迁徙出来活动的一种病毒，您就别再问了。再问就答不出来了。再问我也讲不出来。00183331，好。最后一位，总共有18位啊，可以从电脑上面全省各地的朋友跟格格有约。好，谢谢南区的抽出来，谢谢心如。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从现场的朋友呢抽出幸运的，可以跟他们一起游垦丁，食宿免费。那么您可以放弃，不在场的就无效，我们一人抽一个。哎，皇上，您可能要搅拌一下了。得奖的朋友，请发出一点欢呼声啊！请念出号码。00632。哇！有没有去？有没有空去？啊！这位同学，他整个人呆滞了，旁边的人比他还高兴。你有没有空去？13号、13号，没空去没有关系，机会就让给谁？妈妈说不行啊！妈妈说不行啊！同学说，好啊，去不去？去不去？跟苏有朋睡一间，去不去？乱来人是那就好了啊，考虑一下啊。好，请坐请坐。哎，你坐坐，皇上抽出来的。好，就这张我们先保留着。哎，待会儿您别走啊，待会儿抽到的朋友先别走，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络。苏有朋抽出一位，哇，00691。691，跟三位睡一间啊。这位帅哥别让啊，您要去吗？可以去啊，肯定好玩啊。啊，好，好，帅哥，哎，两位帅哥，两个，两个，不要乱，好，跟周杰睡一间哦。天哪，不会吧？危险喽，周杰人面兽心喽。好好来，念出这个号码。00369，00369，傻大佬的刀。再一次，369，00369，有。小朋友您可以去吗？院长您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啊，让他去帮他处理。好，下一位我们请这个赵薇小燕子帮我们抽一下。周杰恭喜你啊，跟小朋友睡一间啊。这个是00507，行，可以去吗？好，恭喜你，恭喜你，是不是出现。好，谢谢，恭喜你。好，金锁来帮我们抽一张。谁比较有福气？00559。好，这位小姐，恭喜你，可以去吗？可以去啊。好，谢谢你。好，金如为我们抽一张。00378，恭喜你，要不要去？要不去？跟皇上睡一间啊！跟皇上睡一间，皇上睡，跟皇上睡。心如你好凶啊！要不要去？要不要去？人家会怕你们。要不要去？要不要去？去哈！恭喜你！恭喜！好，恭喜我们这六位朋友。不过呢，我们当然了，这个名额虽然有限，但是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今天来的朋友，还有我们台湾的观众对格格的支持。
我们也在此呢啊，再一次的欢迎格格来相会。最后呢，我们要这个主任要发言啊，我们请张主任。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再度的代表中国电视公司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啊，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主任，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的几位演员，欢迎他们光临台湾，也希望他们未来的行程每天都充实愉快。谢谢赵薇、冰冰，还有这个周杰，还有我们皇上苏有朋、心如。我们中间这条路绕出来好不好？让我们的几位帅哥美女通过各位的身边，向你们发出一个热情的尖叫声，好不好？